够捣乱的。哎，彬彬老师来了。哎，郭老师。哎，考试时间都通知了吧？八点钟。嗯，好嘞。哎，哎，对了，彬彬老师，今天的考生里边，可能有我弟弟。哎，但是有一点啊，该怎么考怎么考，千万别给我面子。这你放心，我啥时候给过你面子？报告。来，来进来。哎，挺好啊，坐吧。二位老师好。嗯。就站着哈。喊报告了吗你？没有。喊五遍。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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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还差不多，坐坐坐。哎，我弟弟，我弟弟。说说怎么来晚了你？我爸住院了。那你爸住院了，跟那就是我爸怎么了这是？坐坐。怎么了这是？我跟你说啊，老爷子呀，早晨起来骑摩托车，戴一头盔，妈怼树上了。那怎么还能怼树上呢？骑摩托车戴头盔，看人家追尾，回头看人家，一回过头，哒。不是，那看两眼就把头回过来吧？他那头回过来了，啊，那头盔没转过来，就是给呼里边了，是这意思吗？咱爸不是秃子吗？脑袋滑。行行行，先考试，先考试。哎，郭老师，老爷子没事吧？没事，先考试。啊，行行，来来来，来，各位考生啊，不要紧张，放松啊，咱们就当先聊聊天。嗯，老师问问你们啊，你们既然报考了我们影视学院，那你们有没有心中比较喜欢的演员？老师我有。啊，说。潘长江。你乐什么呀？不好意思啊，老师，我没控制住。我觉得他喜欢的那个演员个长得太矮了。矮矮怎么了？你说这你要潘长江开车的话，他都不敢系安全带。为啥？勒脸。我跟你说啊，你这位同学都不讲理了，你不能侮辱我偶像。我告诉你，个矮怎么了？个矮也有优点呢。啥优点啊？那谁在他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不要再议论弱势群体了，好不好？是呢，对，来，这位女同学，你说说吧，喜欢哪个演员？我喜欢邓超，长得帅，演技还好。啥叫邓超？邓超怎么了？我跟你说，我就挺腻歪的邓超老师。你为什么腻歪人家？哎，我就想这事儿，怎么哪节目都有邓超啊？对不对？那跑男的导演都疯了，啊？怎么七夕请他呀？怎么不请我呀？对不对？我也能跑啊。我也挺难的呀，是看你不容易，对不对？还有前两天中石拍那个电影，那个什么什么美人驴，等会儿等会儿，什么片？美人驴，是美人鱼，不是美人驴。要是演驴的话，就叫你去了，知道吗？嘿，咱哥俩一模样。我现在就说这，就我要跟邓超站一块儿。我跟他差什么？差一孙俪。孙俪是谁？好了好了好了，现在正式考试了。先考试，先考试啊！那个台词表演，你们准备的什么呢？老师，我准备的是散文。很好，来吧。海之梦，我没有见过海，但我总能梦见海。我向往海，向往它的博大精深，向往它的波澜壮阔，向往它的浩瀚深远。很好，很好，真的很好。来坐吧。郭亮，你呢？我觉得他说的也不错。我没问你意见，知道吗？该你了啊！该我了。台词，哎哎，老师，我准备的朗诵是《我和我的母亲》。啊，这名字还行啊！来来来。放学回家，我看到母亲在辛苦地洗衣服，我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和鼻涕。我擦干了眼泪，舔干了鼻涕，来到母亲面前，对母亲说：母亲，我帮你洗衣服吧。妈妈微笑地对我说：滚犊子。咱们这一家都什么人呀？这都是，出去，
出去。哎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来来来，咱考试继续啊。接下来咱们是第二项考试啊，形体。形体展示。好，来，老师，我准备的是街舞。那很好，来吧。音乐。好了好了，停吧停吧停吧停，好了，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啊！佳楠，你表现的还不错啊，但是老师得跟你说，你这不叫街舞啊，你这就是大街上跳的舞啊！但是呢，甭管怎么说，还不错啊。谢谢老师，先坐吧，先坐吧啊。你呢？老师，我没准备舞蹈。不是，你不会那迈克尔吗？迈克尔，迈克尔，我知道啊。来，迈克尔，行，就这，迈克尔。来，音乐。停！别投篮了，别投篮了！你这是迈克尔乔丹，知道吗？那迈克尔就那嘿嘿那个，那你就说迈克尔嘿嘿不就得了吗？老师，我重新来，我重新讲。哎，蹦子啊，蹦子啊，蹦子。比拉迪拉麦拉菲巴拉巴巴巴呼巴拉巴巴巴巴呼巴拉巴巴巴巴太空步巴拉巴巴巴巴巴。别拦他，让他退出去，让他退出去。回来吧，回来吧，回来。我告诉你，就你刚才那段跳那段，我能猝死，你知道吗？行了行了啊，来，接下来看看你们有什么才艺，准备了吗？我准备了，老师。好，我准备的才艺是地理图。好，很好，来来来来来，美国、日本、丹麦、瑞典、苏丹、叙利亚、瑞士、缅甸、挪威、芬兰、荷兰、埃及、也门、肯尼亚、阿富汗、匈牙利、乌干达、索马里、马来西亚、卢森堡、墨西哥、尼巴的尼泊尔、赞比亚、科威特、罗蒙哥、阿根廷、马耳他、牙买加、圭亚那、几内亚、澳大利亚、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很好，哎，看见没有？不错，说得很快啊，但是口齿很清楚。是，哎，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哎呀，老师，这我也会呀。我也能说得快呀，对不对？我说的英文，什么？我能说英文。那你来了。阿波斯特阿佛哥和以及克勒莫呢我把其日斯特无为无西子。我跟你说啊，我要是咱妈，我就再要一个，知道吗？老师呢？我还会葫芦丝。你怎么什么都会呀？我会葫芦丝。不是，这葫芦丝也算才艺吗？算吧算吧，不是，你这葫芦丝咋都发黑呢？啊，这个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文玩核桃，这东西你得盘，知道吧？哎，我呀，我每天没事我就盘它，所以说呢就盘成这样了。这得包浆，哎，上色是吧？你玩会儿。行行，来吧来吧，展示吧。哎，给大家。别吹了，歇会儿，是，好不好？老师，哎，老吹这一句，我都有点厌烦了。是是是，我早就厌烦了，知道吗？这个，哎，你们两个人即兴表演一段吧，好不好？即兴，商量一下，来一个场景嘛。对。那这样，咱就演一个超市门口，咱见面。我是你大哥。哦。你是我老妹儿，行吗？行。来，哎。哎呀。老妹儿，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我去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盘大米去了。哎呀妈，我听说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大米可好吃了。对呀，老妹儿，你想买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盘大米吗？哎呀妈呀，大哥呀，我老想买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盘大米了。那还不快去买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盘大米？我这大哥，你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盘大米是在哪儿买的呢？我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盘大米。
买的呀？哎呀妈呀，那我得赶紧。你们俩都能过日子了，知道吗？不累吗？有完没完了？行了，别说了啊！佳楠回去等通知，还不错表现的啊！谢谢老师。啊、回去等通知吧。老师再见。老师，那我也回去等通知。你不用回去等通知了啊！我现在就可以通知你，不及格啊！出局干什么？就淘汰？不是你干嘛白不及格，对不对？你这咱哥哥也给，你们老弟给说两句话，你对不对？我这考试我也准备了，你给他个机会吧，行不行？对不对？你再说我演人物演，别着急，我演人物演得好，你也不考啊？他一个人演也挺费劲的，要不你给他搭一个？搭一个不成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我这破格了啊！《无间道》看过吗？看过。港台片看过。你来那个梁朝伟那警察，我来这个匪刘德华，好不好？哎，我在天台上等你。好嘞，就这一次机会啊！好嘞，好嘞。不是你站好，我让你演的是警察，去回去重新走。你警察你得严肃一点啊！严肃点。